你得带人到现场那种感受才会跑出来，就是我们是踏过某一个东西的上面，然后才来到这个地方。它有点像那个历史也是，就是、踏过某一些人。就有家属发现，但是也不敢讲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墓还是会有人来放话，或者，但是我问互助会的朋友，他就。